不想回血，是否懂我心情？有时想不通，天天手机爱什么，打卡的动作能定位他想什么？走路也低头，眼睛放也低头，手机也举手，爱他比我还多。请你停止，别再传给我。如果爱我，面对面的跟我说。又温柔，是谁又同意的多？